排档出来了，但是他队友复活要马上要没孤立了，拿到了。来吧，螳螂对面狮子狗，看能不能搞把彩蛋。还是一个电型狮子狗，七级成就老狮子啊。螳螂野区不好打狮子狗的，不能说不好打吧，应该说完全打不过这英雄。这把很有挑战性，我想一下，这把铁板鞋、星石，然后夜刃黑切可以，但是我可以去反一波野了。他刷野交技能前期 CD 很久，他要是蓝开的，我再红逮到他，他会炸。特别是我们带仙宫不能被他先手，带仙宫被他先手的话，这个直接天赋没了，打不过的，一定得先手打他。直接磕平药，把血回满，开个扫描。划过他们的头顶。按道理来讲，他是应该刷到了，所以他一没出现的话，就立马给下路发信号。这波没兵子，有孤立可以打，可以杀了。瑞文得留人，快点快点，待会兵来就不好打。我开疾跑过来。先蹭一波四来，再 A 一下，怎么还没升四啊 ？OK， 他三级，有人过来直接跳脸，再打个孤立，这就是为什么多升一级的原因。算时间他应该也到了，他这个点的话肯定是没打下和卸的，这复活出来没我快到，这波的话可以极限吃和卸，下路还要压线这波。可以顺势抓一下，有个针眼，直接跳脸，再换一套走，没事没事，走走走，走就行了。狮子狗要来了，我这卡他应该 A 一下，消耗打一套而已，那要记了，你们不走要被越了，他们掉了太多血了，你这不是送，不是什么意思？不是给你标有人在吗？我没太看明白他。你不是一起都死了？真没看懂，等一波露露呢？这两个头白送的呀。没什么意义，这种情况。你们要想着，如果有人去你就死，没人去你又不需要做这个眼。这辅助有点没看明白他，这原本狮子狗崩了，给他吃这两个头他又活过来了。下路已经炸穿了，这把顺的话感觉就不用出那个了，不用出星石还是出爪子就好了。这眼到期了，这武器上一轮的眼是插在这个河道的，他这边是没眼，再蹲他一次。他这波有 T 在这边，不行，得提速提速，不然要输了。这把这么肥，又是这种五个输出点的阵容，这种五个输出点的阵容，现在崩了打不了的，你进去就死了。
反应。还没到了，我可以退一下。刚才应该直接就跳脸，仙宫被打断了。这个世界美味无穷。你别卡视野，直接砍了，他跳不到我的。你上啊！你别搞那么多，直接给他秒。打他直接跳脸，别断仙宫，感觉可以打，因为我装备等级比他好。来个夜刃嘛，这把待会得进化一下 W， 对面比较吃移速。这边有真颜色，正在摸我的爪子呢。怎么脸上的不杀啊？我这打起来压力好大啊，全是对面的人，刚才别追给他秒了。这露露其实玩的还可以的，感觉下路应该不是他的问题。他大弹早了，我跳不过去。现在掉头打大龙就是血钻，对不对？
这吸血鬼伤害打我好痛啊，打了我1800，我想要不要来个影魔刀，出个夜刃的话感觉也不太需要，这个夜刃已经有了，我猪皮发吧，我们这边都不打团的，不打团的眼就没办法做出去，对面开龙你都不知道这样的，他们打野死了，这个龙白给的，你还搁着刷野吃线的，你不想玩就点了，这逼好恶心呀，这龙刷了还搁着刷的，再刷一会儿对面人又复活了，去打你这脑子也就只能想到这样的，找两个人你去打，对面来的刚好给你包了，你必须得先解决到支援的来的人，知道吗？情况不一样，打法不一样，对面少了你也这边少了，等于对面就没少了，这种情况你就得先抓个单，就变相对面还是等于少一个人，直接进化个一切后排吧，他们后排很脆的，不到了，我露露这边靠让他跳，他只能看到我，他看不到露露，先退一下，这我可以杀他，这不这种人你不抓个单就等于你们少一个人，这有人老打得跟个演员，打字让他来团他就得一个人单然后去死，这个人像是来掉分的，有点没看懂他，那玩小的让对面吃不了龙魂再来大的，别跳走，让他减速一下，他往哪跑，有这么快吗？不能再进去了，他有闪我就死了，这猿狐可以卖了，对面开始起护甲了，没起护甲我这个穿甲是够的，起护甲就一定要出青羽，有个青羽加这个天赋的话我可以穿120的甲，120以下都等于零，彩蛋出来了，彩蛋出来我再换个护甲，这狮子狗感觉要打后手，我不能打先手，我打先手我死了就被他捡彩蛋了，这有人又去带去了，刚刚他还在中呢，
感觉可以一波了。我刚才没摸到他，摸到他这个彩蛋就有，感觉可以泉水一拿一下。但是他队友复活要马上要没孤立了，拿到了，我还没进化技呢。还行吧，不虚此行，74000的伤害，我比这个中上 AD 加起来还要高，上单26000，中单25000，这两个51000 ，AD 22000，51000加2200030000，这个73000还比我少1000呢。知道为什么我说这个打起来压力很大吧？这个中单太夸张了，这个中单。